非但且且，哇！我只能说，终于更新了，好久没有新球球了，狂轰滥炸，不就很猛了？嗯，得从这边看。而并且想象的飞弹球和球员火力全开出来，让全体飞弹球的伤害提升，并根据发射机攻击上的目标合并两个球。所以总之就是可以射出飞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有什么新角色吗？哎，毒液都没有吗？风吹没有，招商一柱哎，聊天。嗯，看起来要赢了。什么 BP？诶，BP 回血了，耶！会很快的 BP。哎呦，他也有双鱼吗？哦，是鱼。哎，我记得是要重牌的才有那个加成，是不是？算了。先别喝，哈哈，几只啊？这样不就很痛？哇，三泡泡，哎呦，他也不承认，可恶啊！就赢了也不承认，哦，三鱼喽。走到后期，大家攻击都这么高啊！无言呢、欸，好了，就给你投降了。我不知道怎么他这么难打。不过他真的算是可敬的对手吧，因为我七等，他九等了。那可能我真的会输。哎。嗯，还是赢了，那个我基础攻击也蛮高的。